花了真侪年的河滨全民运动馆，伫解决土地问题了后，兴建计划总算进入正式的阶段。彰化县政府今仔日伫河滨镇公所举办公听会，希望予在地民意代表、镇民等等侪侪来了解，并且支持这个建设。彰化县政府秘书长赖正国表示，这个计划经过众人的努力了后，总算伫今年把用地问题解决了，希望大家会当支持安尼建设。啊，因为咱这个在河滨这要起一栋这个全民运动馆，啊，这个可行性评估哦，要依照程序哦来办理这个公听会，来听取对咱地方上哦，包括专家学者哦，以及咱地方的民意的意见哈，来作为我们可行性评估的一个参考。那我们会把这一个各方的意见哈，纳到我们的这个计划书里面去呈现哦，做成记录。来做这个规划的一个参考哈，那今天就是要办理这样的一个程序，来完成这是依照出参法规定哈，必须要进行的一个程序哈。河滨镇长阮厚觉表示，为镇民找更加好的运动场地是伊的心愿，这个计划启动，总算对镇民有一个交代。说明了公听会里面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说我们是要建设。一个我们的一个国民运动中心，国民运动中心对于本身我们镇民来讲，运动是非常重要的。感谢县府对于我们海美镇的一个乡亲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视，当然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个相关的行政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希望县府能够尽量的在缩短期间的一个时间内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我们国民运动中心的一个新建完成，以及提升我们的和美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期望。啊，今仔是咱和美镇吼啊，伫个全民运动会馆吼啊，公听会吼，由咱啊秘书长吼啊来管路的秘书长赖正国来主持吼啊，来参详讲咱和美镇伫咱何秀丽家加李亚西光芒家加要来啊，用一个咱和美全民健康公园吼。啊，即个啊，今仔即个公听会啊，发言非常踊跃啦吼，啊，希望讲吼啊，伫咱河滨大地区即个呢，拢还阁无一个吼、啊、有较大型的啊运动公园的啊运动场，啊，咱即个小巨蛋就是啊，避免这个啊诶、北彰化那个运动中心甲南彰化的运动中心吼，啊，即个希望吼啊，大家紧甲促成，啊，促成讲紧来啊来顺利来施工啊完成吼。河滨全民运动馆伫今年完成土地相关证书，并且伫明年开始可行性挑选建筑师等等作业，预计三年了正式施工，并且伫2026年进行营运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河滨采访报道。